哥，感谢路过，谢谢。哇，咱们家人太了解我了，那我就不跟大家卖关子了啊！感谢我们家杨哥是非的守护，杨哥威武，谢谢杨哥选择继续守护我，谢谢。节日的狂欢，情人的浪漫，所有的快乐都和我无关。无聊的工作让人很心烦，我又想你了，你人在哪端？马上抱抱来。没有你陪伴，我真的好孤单，我的心好慌乱，被恐惧填满。心好慌乱，不知怎么办，没有你在身边真的好不习惯，如果现在回头算不算太晚。我没有你陪伴，你真不是小气鬼，我的心好慌乱，不知怎么办。小气鬼，你真的不怎么小气，没有你在身边，世界寂静哥哥，如果现在回头会不会太晚，如果现在回头会不会太晚。谢谢，感谢寂静哥，谢谢，感谢我们小气鬼，小气鬼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这样的世界受伤病人。谢谢小气鬼送我的黄马，谢谢。还有欢喜哥哥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叔。没有你的陪伴，我真的好孤单。生猛雷，你喜欢吗？小气鬼，你点歌。喜欢呐，啊，小气鬼他不是第一天来了，我在频道里没事我就翻在线的人有多少在我频道挂机的，我就来回翻来回翻，包括那些白衣游客呀什么的，我看他们个人签名觉得可有意思了，然后我没事我就翻，我看过小气鬼，他绝对不是第一次来，也不是第二次，他不仅几天在了。我对他有印象，伤不起咱们家冰雪的。好爽啊。任务怎么过？每天送一毛钱的礼物。如果你觉得你没有什么钱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就等红包，你去挨个地方跑骚。别人家你就去那些条件好的家里面，大哥经常发红包，你抢完了你别送，留着回来过真爱。就是好多直播间都发红包，你一天你别自己充钱，你就挨个地方直播间跑，你专门找推荐网靠前的那些家里有大哥的，你进去先看他的贡献榜，进去看贡献榜，只要超过30万的，我跟你讲绝必有人发红包，那样的直播间肯定有大哥。很少像我们这种直播间榜20多还没有大哥，都是百家饭这种，这个哥哥给一点，那个哥一般，别人家都有那么一两个大哥。我跟你讲，进去了大哥总发红包，抢完了一定要忍住，别的主播说你吐出来，你不吐出来我知道你是谁啊，你别听他炸你，你不就不吐你就回来，抢完了就回来过真爱，每天都一毛钱就够。谢谢莫良魏良，谢谢。对，就出去跑骚，跑完骚了抢完红包留着攒一攒，整不好攒个男爵出来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大哥可疯狂了，大哥一发的时候有的时候发一两千，
咱们家书生那天不知道是怎么的了，发了10000块钱人民币的红包那一天晚上。但是当然了，以后不会有这种事情了。我只是说那一次，所以说大家尽量出去跑操，包括咱们家每天都会发红包，大家不用自己充钱，但是任务必须得过。如果你说那我今天到哪家也没有人发红包，没钱过真爱了怎么办？你家也没发，那你就自己充钱过吧。基本上这种事儿不会遇到的，我就跟你说一下，打死都不能拉任务，一拉任务跟大家就拉开距离了，知道不？太可爱了，你最可爱了。冰雪你在吗？冰雪我给你唱伤不起了，你在的话请在公屏示意一下。欢迎朵朵啊 ，Hello 朵朵。碎钻可以抽帽子，冰雪你在不在？冰雪你在不在？感谢我们家的二球球，谢谢。老大你还发过8万块钱的红包呢，我真发了8万块钱人民币的红包，在上个平台8万块钱人民币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现在想发8万也没有了。哎，感谢英文哥发的红包，大家过一下真爱吧，给英文哥点面子，谢谢我英文哥，来过一下真爱。我现在不督促不行，你们正愁自己没画面，我对你们的名字没印象是不是？来我看一看谁在过，来我看一看，路过这206木子、吉祥哥哥、谈情说爱、光头、海之蓝，这些人都在过真爱啊，没过真爱的你们看一看你们是怎么的还是怎么的，你们想怎么的呀？M 没有真爱的都是弟弟，感谢夜猫族，他们都是过了的。你瞅啥？我瞅你咋的？你再瞅一遍，我就瞅你咋的了。感谢英文哥，英文哥你发了多少钱的红包啊？我刚才发的是100还是200还是发的几十？200块钱？哎呀妈呀，200块钱这么多。下回没事儿，你告诉我就行了，你告诉我你200块钱，你说有的时候发他们身上多可惜呀、啊、我来帮你发，我这些红包每天都有过期的呀，你跟我说我来发，别这么破费，下回啊。唱个西海情歌了不行？可以给我杨哥唱一首歌，杨哥续费守护了，点西海情歌。但是杨哥我跟你讲，就算你不续费守护，你点歌雪儿绝对唱，那没毛病。不用，下回不用点歌非得续费守护啊。这一排三级守护，谢谢我们家三级守护、二级守护还有一级守护，你们多跟我说说话，咱们交流一下感情啊。英文哥我告诉你怎么那不续了，那我也不唱了。你怎么回事？能不能好好的？谢谢放牛的，谢谢。我教你怎么发红包啊，我教你怎么发，来发个假红包，抢，抢红包！你看，你这么一击掌，你下回想看红包效果，你就告我一声，咱家人可厉害了呢，军队式化管理。你看那像不像抢红包的感觉？然后我就不给他们发了。搜
后，从此就丢了温柔。等待在这雪山路漫长，听寒风呼啸依旧。肩膀不到冰原，风刺刀割我的脸，等不到西海天际蔚蓝，无言这苍茫的高原。还记得你答应过我，不会许下的诺言，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巅温暖的春天，等到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归来的孤雁，爱在难以续结缘，回不到我们的从前。大叔，男人说爱，想换一个。眼望不到边缘，风似刀割我的脸，等不到西海天际蔚蓝，无怨这苍茫的高原。记得你答应过我，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，可你跟随那南归的候鸟飞得那么远，爱像风筝断了线，拉不住你许下的诺言，我在苦苦等待在雪山箭头哥的丘比特，谢谢啊，不说错了，谢谢你的天使，感谢我英文哥开动守护，把你美的，我给你唱伤不起，等会儿，冰雪 你要不要听伤不起？谢谢我英文哥，还有我们家的飞仙哥哥，你们想听什么歌？你们都告诉我，千万别跟我客气啊！有可能我一下照顾的不是特别周到，但是你们相信就行了，我心里肯定有你们。你们只要说一句话，就会有人复制。啊，谢谢我们闯海人的棒棒糖，谢谢。来吧，好，
那我就唱了啊。一文哥喜欢听什么歌吗？唱出个守护来。就是啊，严哥呢，这首歌点的好啊，严哥，那把英文歌给我整他妈守护了都。这首歌等会儿再唱一遍，看看效果咋样。喜欢这歌吗？主播唱的跟我有一拼，你可得了吧你。唱一首伤不起。冰雪点的啊，这个他们说这么 low 的歌分谁唱，我尽量不让你们失望。这个中间还有一句 rap。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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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四周冰雪，冰雪可能受刺激了，来唱一下，休息一下啊。无聊没来，无聊喝酒去了，他喝多了。欢迎小陈，少个镜片，哈哈，笑什么笑，打你哦。我跟你们讲，咱们在上个平台的
有一些小伙伴看见我直播有一次，你们记不记得我就是戴着这样的墨镜，然后戴一戴我就什么都没动，就这么唱的，墨镜一下崩出去了一片掉了，你们记不记得？哎，就是那阵儿唱一唱歌，然后那墨镜突然间就掉了一片，哎呦我靠，当时你都不知道，可尴尬了，就好好挺帅的一个墨镜，然后突然间掉了一片，就我没动它，就戴着脸上掉了。完事我妈同我妈的那个朋友，正好那天那个大爷正好在看我直播呢，然后完语音是跟我妈这么说的，他说，哎呀斌呐，你家这姑娘太逗了，没给我跟你嫂子笑死，好好唱一唱歌，那晶片崩出去了，那孩子逗死了，就这样，没逗死我。我忘记有件事没办，什么事儿？守护掉了？没事儿，你一二三四五不是有守护吗？一个号守护我就行了。我一合计就是要这样吗？真的吗？你手机开不了绝味，你傻不傻？哎，你能开？那我走个曲啊。不行，只要是小木头这号让我走曲，我觉得就有阴影。他一让我走曲，没有一次是好好的，全是逗。你有电脑，那你用电脑上让我看一看，你证明给我看。不行，你们别太年轻了，他每次都是一二三四五不会骗我，但是小木头就绝对是不出我所料，不让我失望，那肯定是骗我的。你们等他开电脑，他，哎，你好木头，走一个吧，行行行，我再来相信你一次啊。来吧，我的木头，把舞台交给你。没准备好吗？重来一把。这群走的木头，我跟你讲，你看看看看有没有人替你来。感谢我们家一笑刚续费的守护，来来一笑往前靠一靠，来来聚在一起。感谢我的烟哥，感谢我飞行哥，然后感谢我们烟海人，感谢我的英文哥开通的守护，谢谢谢谢大哥们。谢谢谢谢，然后感谢我浩叔续费的守护，哇！谢谢我浩叔续费的守护，谢谢我浩叔。哎呀，谢谢我浩叔，谢谢谢谢谢谢浩叔，浩叔么么哒，爱你哦。感谢我猫叔续费的守护，谢谢猫叔，谢谢猫叔。木头木头，欠玩打不打？买个西瓜嗑脑勺，气死你，气死你，翻眼皮儿。你说你这一个，每次你木头来了都是这样的，都给我带回来一大堆财团。哎，真的木头。木头，我就说咱俩合财，真的。你这样的，咱家就是这样的，都是你的功劳，每次都是。你知道木头，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跟我说啥不？在公屏。木头认识他第一次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：“周曲，我要开公爵。”那你说正常来说，我肯定相信呢。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是那种就是说那啥的那种，就是普通的游客，是不是？对，他说开五个，他说我要，如果你周全，如果没有人给你开，我一个人给你开五个。然后
我走曲了，直接下线睡觉去了他。哎呀，可不是人了呢。说下真下呀，他真舍得走。要我的话，我可能走了还会回来哈，他一时半会儿都不回来，就是这种。真是好意思，然后他跟我说，他说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他私底下跟我说，雪儿，我这个人从来不滚刀，我说的事我一定要做到。第二天又让我周姐扯完又走了，我跟你讲，你就不能相信他，你知道吗？晚上加个鸡腿给你吗？你做梦呢你！你到底用不用我走曲儿？你问一问公屏的人有没有这回事？我是编的不？他让我走曲儿不下15回了吧？从认识那天到现在，他让我给他走曲儿，他要开爵位不下15回了。我少说了15回。你哪次你真好意思，你棒棒的，那你怎么做到的？要我都不好意思都退网了，你还好意思过来看我？我靠了。对，你教我用的一年卡呀，我靠。哎，笑死我了。你想骂分都别骂了，骂他没有用，木头根本就不怕骂，吃软不吃硬的，还不如夸一夸他呢。是你教我们的呀。公屏有个人说，其实他不会开的，你还真别这么激木头。木头明知道你这么说是激他，我跟你讲，会玩的玩家别人再怎么架再怎么激他都不会开，你这句话说完了反而没有帮到我，反而好。木头说，那你说的对，我不开。我跟你讲，你真是看错人了。别激他，你激他真顺着你唠。救护员，把我的话都说完了，我正好下播。不是正经的，你刚才说你有小号上来你干啥？你说你忘了一件事，忘了什么事啊？过真爱吗？下面是时候发一张木头的照片了，大家看好了，给我上。大家说这男的是不是木头？不是，这个木头那男的要劈的是木头。我要劈了你。好久没让你走曲了，你到底想怎么的木头？你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珍不珍惜？你不珍惜的话你就睡觉去。你要是再来一次的话，我就可就当你是透明的了啊！我该给谁唱歌给谁唱歌，我可就看不着你了啊！今天睡了5个小时，难得精神好。你怎么的？你别说那些，说点正经事儿。我要开不会让你周曲。你要开你要干啥？那你让我走曲儿干啥呀？再说木头，千万别开公爵。说实话，因为你那个号已经有公爵了，你两个号玩不过来。我倒希望你其中一个号玩，别俩号一起玩。所以这个号真不要开公爵。你要，那不是好久没扎你了吗？没事，你随便扎。但是你要开公爵的话就真扎到我了。我觉得你要是开，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他开两个公爵他玩不过来，你知道吧，还不如就玩一个号呢。分手的时候说好不哭，
就公爵挺好，就玩一个公爵，雪儿周雪儿，孩儿他爸，你要干啥呀？虚伪守护吗？那我走了啊。不善，真的别开，我靠，给咱们孩儿他爸走个曲儿，来，舞台交给你孩儿他爸。老雪喷到了电脑上，你手机开不了守护，开守护那天你不知道手机不行吗？啊，大哥，你不能让我背锅，这不是我干的。刚才的才看到两秒，再来来你大头鬼来，我都被骗几次了。哎呀，愁死我了，没爱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懂你去教教去。刚带来点财运，后面你看看你，你给他们都教坏了你啊。周雪开守护，你拉倒吧，你们省一省吧，你们要开守护先开完我再周雪。你们看一看咱们家英文哥，你们看看天外飞仙哥。这种人开守护都不需要走曲儿的，人直接开了，我曲儿就伴着守护走了。你们总是让人走曲儿，无声无息才是真的。对，我觉得也是。我今天又花了2块钱上那几分钟网，谢谢我严哥，我严哥那边上网不太方便，感谢我严哥啊。你在过冬天吗？我现在心里特别的冷，真的被自己最亲近的人骗了好几回。心理素质不好的话真不行，太气人了。雪儿走过去，不走了，这回真的不走了。我给大家唱一首你。轻轻的告诉你，谁骗了你，我帮你找他麻烦，你自己给自己两个耳光吧。我就笑了，就怪你。木头
的节奏，我身体不再由我掌控，这感觉从来没有过，要尖叫代替麦克风，用来释放你的感受，把世界都抛在你的脑后，掌声真的很棒，我的舞会来说，听歌 Let's go。 研究了每一天都像在梦游，无聊的生活我已经受够，别说我总是爱做白日梦，勇敢追求我是我的英雄。 Come on， 快举起你的双手，年轻的心放肆的跳动，让每个笑容指尖地球，音乐响起来你会自由，音乐响起来你会自由。什么都好，这个号不用开了，你都有一个号由我守护了，你能保证那个号别掉就行了啊，乖，省点省点love 你哦。那个英文哥恭喜我们家聊妞啊，谢谢我们聊聊，还在那儿学，对呀、啊、这不是等你吗，英文哥，我把我的好友答案私密给你，你方便的话加一下好友吧。还有我的飞仙哥，我把我的好友答案私密给你，你方便的话也加我一下好友。因为呢，我们家这两天马上就要换一个新头像了，这新头像特别的好看，跟别人家的头像不是一种风格了。然后你们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会给你们的名字做一个头像，到时候我发给你们，行不？然后你们方便的话就加雪儿一下，我不是那种就是爱聊闲的人，所以平时我不会打扰你们正常生活的啊。你借我一块钱我想开。怎么给你转呢？你还有半个小时到家，正好我还有不到半个小时下播，真巧。你到家我正好下播。哎呦，今天我不是故意下播，我是说好了11点之前肯定下，对不对小夏？直接充值1块钱，我给你充值1块钱，我不会啊，你没让我给你充过值，我也没给别人充过值，不会充啊。哎，好嘞，收到我英文哥的好友了，谢谢我英文哥，等我给你发头像啊、哦。太套路吗？木不是木头有我的那个那什么，他
不用套路。逆流成河，大家没有过真爱的把真爱过一下呗，谢谢了，再次感谢我杰文哥秀哥的守护啊。我特别对守护就是比较那种情有独钟，所以就一看见守护有点嗨呀。谢谢。然后公屏太卡了，大家打字我有的时候一顿一顿的看不见，但是你们该说的说你们的啊。我要是没有回的话，大家就一直帮我复制一下，没有回应的话就证明我没看着，好不好？我想听血流成河。哎呦我靠，你说你是老大，守护才有头像吗？对，守护的头像是不能复制给别人的，要不然的话分不开的话，那不就不叫守护了吗？要区分开，守护的头像就是守护的才有的。好吧，然后逆流血流成河，你们别听他搁那块瞎说，哪有血流成河这首歌。主播是沈阳人，粉丝也有头像的，咱们家只要是加群的粉丝都有专属的头像，也很好看，黄马也有，都有啊，都有头像，咱们家都会给你们一个一个人做，都是人工一点一点做的，所以说对粉丝还是挺好的。我的心在滴血会唱吗？谁让你滴血了一天？不会唱。粉丝也有，对，纯手工制造。飞翔哥在吗？飞翔哥在不在 ？Hello， 你好，开车了，回去看回放吧。那个职业记得帮我把回放删了啊！开玩笑，慢点开啊！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慢点开车啊，小夏。算了，我安息吧，失宠了。别呀，你点一首你想听的歌，我给你唱。木头没失宠，你能失宠吗？开什么玩笑？主播不搭理人，我答应你 S， 我明天也看的伞不错。你们去群里加粉丝群，粉丝群发在公屏，然后里面有个分群，可以跟粉丝聊天，告诉管理，私密管理你想要粉丝头像，他就会给你做了。啊，逆流成河是不是木头？给你唱，逆流成河。我英文歌也没点歌啊。血流成河是吗？不行，你必须给我听这首血流成河，送给木头。斑驳的月色在说什么？谁能告诉我如何选择？每当我想起分离时刻，悲伤就血流成河。你给的温暖属于谁呢？谁又会在乎我是谁呢？每当我想起你的选择，悲伤就血流成河。飞翔小家大叔，谢谢我家聊聊，恭喜聊聊。失去了你也始终获得，没了人哭得未尝不可。每当我深夜辗转反侧，悲伤就逆流成河。离开你也是一种快乐，没人说一定非爱不可。离开的这能是否温柔，悲伤就成河。以为我太天真，难过是因为我太认真。每当我想起你的眼神，悲伤就逆流成河。欢迎麻烦，谢我们
家听歌，谢飞翔，然后谢谢大叔，欢迎欢迎欢迎，谢谢谢谢麻烦。这首歌送给我们家木头，水流成河，谢谢麻烦你的天使。木头好听吗？现在四级了，掉级了呗。这么忙还来看我直播，真是够意思。哎，木头好不好听、哦？出来，你唱的都好听。哎呀，怎么能这样？你能不能不准这么善变？一会儿怼，一会儿又这样的。哎，男人太善变了，都说女人善变，其实男人才是最善变的。耳朵啊，现在是四十三，墨迹还能唱两首歌。不管我飞仙哥在不在，给我飞仙哥唱一首《北京烟火》，这首歌是他喜欢听我唱的。然后，还送给谁呢？没人送了。再送一个，我英文歌他也不点呢。对呀、啊，我要给你唱一首给你们吗？给咱们家耳朵唱一首吧。完还有一首《烟儿已久》，小主管你唱太好了，不行，别走。粉丝咋不送呢？之前唱的歌不都是粉丝点的吗？大哥，木头别走，再听一首歌再走。唱给你们，给你们这首歌词儿里面写的就是唱的都是你们，你们别吃醋呗。春泥不会唱啊，烟儿已久可以录，你说录神曲吗？血流成河我听完了，不行，你还得听一首，你就搁这待着。你说录神曲吗？烟儿已久咱家有神曲啊，你也喜欢听这首歌啊？那等会儿我自己边唱边录，我给你好友发过去。小 case。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飞仙数一数，2 4 6 7 8。木头听完这首歌再叫哦。每个蜗牛都有自己的壳，就连蚂蚁也有小小的窝。长安街上霓虹闪烁，万家灯火，这只要你点亮一盏盏灯灯。我软弱世界数不清的诱惑，有人变了，有人依然执着。每个平凡的人都像我们一样，来不及看风景，在路上奔波。啊，忙忙碌碌的生活，我们像个陀螺，拥挤的人叫着，总有梦想盛开着。爱情不是童话里美丽的梦，出了个绚烂之后降落。唱那个都记得我唱过谁首，这次没谁了啊。谢谢海。外面世界数不清的诱惑，有人变了，有人依然执着。每个平凡的人都像我们一样，来不及看风景，在路上奔波。啊，匆匆流逝的生活，我们像个陀螺，拥挤的公交。
是最美丽的烟火。谢谢毁灭哥哥，谢谢大家。演唱完毕，现在是50分，还能唱一首歌。木头，你要听水手吗？你要是不听的话，我就唱1219哟。谢谢夏寒，谢谢老大，时机到了。什么时机到了？哎，你们这些人说话啊，1219，说木头，木头陪你就行了。你说你这游客当的，你说说。趁我今天心情好，就先不教育你，你等哪天有音频的时候，我再慢慢的教育你，再收拾你。谢谢夏寒，演习来了。哦，对，等会儿看一下演习啊，等一下啊，我们准备演习了啊。我们家有勋爵的人，有男爵的人，有子爵的人，伯爵的人，侯爵的人，公爵的人，国王的人。咱们每个人在中间喊话的这个地方，你们看见了吗？在这个地方，看见没？ P 旁边点一下，这个地方你可以打字儿，打字儿，跟着我打，雪儿最美，然后发送。这个是不花钱的，咱们在中间滚一下屏，让我看一看中间是怎么滚屏的。手机党好多有爵位，我准备开始啊！我数一二三，雪儿最美，一起滚屏，一、二。三，开始。看呗，看，看。中间也可以是这么玩的。完，公屏的，你看这些公屏的小伙伴，是不是？还有人刷礼物捣乱的，星辰别捣乱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管理在录像呢，你能不能别捣乱，星辰？你是不是找打、啊、欺负手机的？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觉怎么像在发红包的感觉呢？你们玩出来来了发红包的效果，口令红包。谢谢谢谢，感谢公屏的小伙伴，还有中间刷屏的，明天咱们好好玩啊。中间滚屏比那个好看，一首1219送给大家啊！我好好录一下音，最中间就不说话了啊，好不好？预备开始。思绪穿越了时间的河流，想起了去年冬天的邂逅，三小时的飞行，我们没有。句简单像样的问候，无人的交响喧闹的路口，就此约会我们走了很久，终于把你小手放在我胸口，
爱要爱的长久，你说除了我和太阳别无所求，我是80前你是90后，幸好飞机座位不晚，年龄排先后，谢飞翔，这首歌唱完了，好，这也是今天最后的一首歌，谢谢大家，我觉得挺温馨的，最后是这一首歌唱的，啊，大家辛苦了，啊，最近我在养嗓子，所以高音歌也没怎么给大家唱，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太无聊，大家陪我一起好好养养嗓子，然后等好了以后，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状态，对不？啊，今天要跟大家说拜拜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小时睡不着的可以出去跑跑操，记得12点回来过那个真爱任务啊。好，今天直播到此结束了，再次感谢我们家今天每一个给我开守护的，还有续费守护的，还有开爵位的，谢谢各位大哥们，还有我们家聊聊，恭喜你，还有大叔，公屏的小伙伴辛苦啦，拜拜，守护们拜拜。为了怕大家感到失落，音乐暂时先走两下。